这小情调嗷一下就上来，成本2块钱解决大问题。今天我们来处理一下门口这个区域啊，和地毯是一个材质，这种东西防不防滑不知道，反正是不耐脏，非常非常的脏，所以说我们得想办法把这处理一下。而且它这有个槽，这个槽特别不好，说灰尘啊脏东西啊都卡在这里扫不出去。同样的，这里也有个槽，就是说垃圾到这儿就挺住了出不来，勉强落地了又被这儿给绊住了。于是废物利用，找一块红地毯按这形绞出来铺在这儿，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效果。好不好看疗效，美不美看效果，对吧？这一片一上，对呀，是比原来强。到时候拿双面胶扒一粘，就妥了。这小情调嗷一下就上来，成本2块钱解决大问题。